歌的朋友，来，我们给他一个镜头，他拿着这个白色的这个一个画本哦，这个来，你戴眼镜的女生，请站起来，大家看到他这个听不到啊，彩虹燕尾蝶，你这个是有针对性的吗？你有针对性啊？你看着玛莎眼睛，你有针对性吗？不会啊，我觉得他点得很好。是吗？是，我觉得点得蛮棒。他这个有脉络的。没有，他没有针对性，有针对性的是你。啊，是我。对，你现在才发现吗？原来是我。人家只是点歌而已，但你特别点他。那不怪你，不错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们最后。你把他叫起来，你纯粹把他叫起来羞辱我而已，是不是？你过来，马上来。他点了，然后也没有就唱，然后那个很兴奋，这样站起来，然后直问人家有没有针对性。我说这我真的一定要说一句公道话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为什么要这样，马上？是不是？什么叫我？